中国传统武术起于易。春秋时期，射和御是六艺教学中最重要的两个军事技能。传统武术与文化艺术不断交织碰撞，激发出文道和武道，文治和武治，文以平心，武以观德，文以治国，武以安邦。文武之道相融共济，共同支撑起中华民族兴盛的天空。孔孟之乡，运河之都。提到济宁，最为人熟知的不外乎这两张文化名片。济宁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历史悠久的始祖文化，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，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，忠义豪放的水浒文化，在这里交相辉映。自古齐鲁儿女能文善武，在文化昌达的济宁，自然少不了代表山东人侠肝义胆的武术文化。宋连红出生在武术世家，文圣权第十世代表性传承人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中国当代武术名家。出生在武术世家的宋连红，自幼随爷爷宋川平和父亲宋如一习练文圣拳，深得真传。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习练拳不辍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文圣拳的礼法精要，一生致力于文圣拳的传播与推广。这个拳呢，在发展的时候，各个地方的叫法不同，有的叫五步架子，有的叫武松。练这个拳呢，或者岁数大的人特别多，80了、90了、100的都有。练这个拳呢，都管他们自己拉，不让外人看。1982年12月，国家体委召开全国武术工作会议，提出挖掘传统武术、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。1983年，全国展开抢救、挖掘、整理中华武术，武术大师宋传平与儿子宋如一以圣贤之心领悟拳法之道，取武中文功武以文成之意，将其定名为文圣拳，并被国家体育部门正式采用，列为山东省四大名拳之一。当时呢，省的范春鹤老师来进行搞武术挖掘，还有徐希玉老师，他看到我父亲这个拳不孬，就进行军用挖掘，还给我们院长录像。从那以后，文圣拳从宋庄到济宁，到山东省，一步步走向了全国武术交流的舞台。据史料记载，文圣拳最早创始人是刘奉天，被尊为第一世始祖，自幼研习家传导引术，后经高人指点修行道家内功，造诣极深。他有八大弟子，各怀不同武功绝技，其中离卦之首郜云龙精通祖传老洪拳、六合大枪和月步奇枪，刘玉镐师徒二人将文武功法相结合，共同研创了文圣功。刘奉天和郜云龙师徒二人创建了文圣功，还有传到了冠县的杨四海那里。杨四海当时是清朝时期的文武双进士，杨四海呢传到家乡精庄杜洪信那里。那时候杜洪信拳很有名，
运河两岸都是杜家的人。东平的后裔传到了我爷爷那里，我爷爷呢又传到我父亲那里。我爷爷呢练文功练的比较好，我父亲呢练武功练的比较好，现在呢都到我这里。杜恒信让文圣公弘扬天下，对文圣公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据《杜氏家谱》记载，清乾隆年间，杜恒信分支始祖严明公之十五世孙，现嘉祥县黄海乡景庄村。他自幼习文练武，集三大名权取之精华，完善充实传统杜家拳，苦练功成。他严遵师训，守武德，孝祖业，居安业，不设阵。为追求拳术境界更高，游四方以武会友。宋传平一生痴迷武术，28岁时为修炼文功，在自家小屋一住就是8年，每天坚持修文练武，除家人按时送饭外，不许有任何打扰。他主张练拳不能以每天练习拳架多少趟为标准，要以练习各种单式动作的品劲和发劲为主。通过无数次的练习，将功理功法的一切原理融入到每一个单式动作中，并以得劲为目的，使自身含有所习各种劲力，这样运用时才能轻松自然，随意而发。1986年，宋传平以94岁高龄携子宋如一、孙宋连红参加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，荣获雄狮金奖，文圣拳也因此蜚声全国，被国内外众多的报纸、杂志、书籍相继报道、收录和引用。中华武术等杂志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，先后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友人到宋庄拜访学习，有关文圣拳的文稿、相稿等资料被国家体委和山东体委入库保存。1990年，老人的文功结印照片更是登上了美国的武术杂志。1991年，文圣拳载入中国武术拳械录。1994年，祖孙三人载入中国武术人民大词典。1986年，我爷啥在全国武术广播交流大会赞扬了文圣拳，通过媒体报道，大家一下子知道了文圣拳。从此，国内国外的都上宋庄弘扬交流学习节，文圣拳从此开始练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宋如一习拳习得依法循礼，非常重视拳架的内在质量，特别强调练拳要千学万练，无数思考，要用心去练，不能蛮练。事物皆有道理，只有明理才可变化。练拳更要升华自己的人格修养，一个人只有正派无私，才能有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的精神。练拳的过程是引导自己辨是非、明生死、成才气的过程，所以真正的拳师应该首先做好人，然后再去做功夫。没有健康自然的心理做基础，便不能引发体能的最佳释放。在抗战时期，我父亲参加了八路军，他根据战场的需要进行技术革新。这个战场没一点虚假动作，他的武功很好，他的徒弟很多，多数就实战派。他的人家的文化修养和拳学见解，我很佩服。他的人家说，练拳要心正，心正才是身正。如果身不正，你练拳也白练。时代巨变，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、经济腾飞，
时至今日，中国传统武术走出国门，已成为中国武术人在国际传播中奋然前进的姿态。在自信满满的外表下，是一代代中国功夫人的不懈努力。为实现师父宋如一弘扬文圣拳的遗愿，让文圣拳在海外的传播，王安林远赴欧美传播文圣拳，在美国哈佛大学成立了东方文化科学研究会，在阿根廷中国功夫总会成立了安林武道分会，示范的文圣拳教学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波士顿图书馆收藏，这奠定了他在美国的武术教学地位。国有成，州有治，家有谱，艺有传。400多个春秋寒暑，年轮更替，文圣拳传承有序，源流清晰。如今，在宋连红和其他文圣拳传人的共同努力下，2007年、2008年、2009年，文圣拳先后被汶上县、济宁市、山东省三级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年已花甲的宋连红打起拳来依然功力不减当年，一招一式尽显文圣拳拳学真谛。文圣拳呢，以圣贤之心，无拳法之道，易学难练。常言说有一年二年是个行家，三年四年是个利宝，五年六年拳不会打，枪不会砸。还有从头再学的想法，周而复始，无尽无休，没有说练成了练好的说法。文圣拳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，其拳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的人天观和整体观的影响，主张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，重武德，讲武学。他把拳术动作与导引、吐纳术相结合，注重意识、呼吸和动作的内外统一。400多年来，他虽然历经沧桑，但仍然保留着古朴自然、简洁实用、养生与实战为一体、二次呼吸和二次发劲为特色的独有风貌。由于练习文圣拳的人中长寿老人甚多，有80出宫、90不松的说法，人们又称其为长寿拳。文圣拳对人那个筋骨肌肉锻炼很明显，练拳的时候要全心贯注，对神经系统有着调节的作用。练这个拳的时候呢，要有腹式呼吸，大腹大吸，对人的这个肺活量增加，对人这个内脏有按摩作用。练此拳的人都长寿，所以叫长寿拳。文圣拳以阴阳无形转化和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为拳艺指南，由文功和武功两部分组成。文功是武功的根本，主要是调息、入境、养气、练意。它传承古老质朴的修习方法，通过五行生克制化，调和气血，协调脏腑，平衡阴阳。研习方式有静坐、仰卧、侧卧、站立等。武功是文功的基础，主要是练行求法，动作中讲究阴阳变换，刚柔含展，抻筋拔骨，意气力相结合。研习方式有头趟架、二趟架、二趟托打、散手、文圣剑、文圣大刀、六合大枪、月步骑枪等。文圣拳在技击方面主张集中整体优势，
赢得良好的战斗空间，争取主动，积极进攻，以我为主，以静制快，以动制快，以变应变。方法上讲究粘、粘、连、随、推、拖、靠、钻等。我总算动作朴实，在实战中刚劲有力，一一样起变化，静论有传达，圆论交替，不仅不愿用提携，自来自去，你上我也上，不躲不闪。头躺架是文胜拳的基本拳法，也是其精华所在，其拳式动作配合呼吸，事事讲究发力。久练此拳，不仅力打身灵，攻防敏捷，更能活血壮筋骨，对内脏器官亦有强健之裨益。其主要特点为抻筋拔骨、松腰活胯、分膝拔顶、含胸拔背、沉肩坠肘、身正不稳、顿挫发力、气力合一、意贯始终。无高难动作，五步之举即可练拳，男女老少、体质强弱皆可习练。练文胜拳的人要眼不观花红柳绿，耳不听闲言蜚语，手不取无意之财，绝不查是非之地，要尊老爱幼，知书达理。文胜拳不但是一种拳术，也是一种状态，更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。武术并不是简单的击倒敌人，它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。武术就是每个人的胸怀和气魄，人们可以通过武术忠实地表达自己。文胜拳用以圣贤之心悟拳法之道的拳学思想，诠释着中国文化，用文功和武功兼修的拳理拳法讲述着东方文化，用养生与实战为一体的拳术功效丰富着世界文化。这正是古朴别致文胜拳，文胜武强非等闲，武练化机似蛟龙，文养延年赛神仙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成立了文胜拳研究会，举办了全国的文胜拳交流大会。2018年成立了文胜拳研究会党支部，我们现在正准备进入学校，让更多的孩子们学习好中国的武术文化。今天在传播的过程中，中国武术以其特有的博大精深和宽广的包容性，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因子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习武热潮。孙连红深知，唯有保护和传承，才能让文胜拳这朵武学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姿。他和文胜拳的传人们正齐心协力，不遗余力地传承着中华武术，传播着中国文化。